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带着大家一起画葫芦。刘存惠，国家一级美术师，北京市特级教师、教授，现为中国民族画院副院长、北京诗白艺术研究会会长、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朝阳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师从娄师白先生。 擅长写意花鸟画及山水画，尤以画风雨为佳。秋天的葫芦，我们生活当中见的很多，有很多喜欢收藏的人还收藏葫芦。好了，说了这么多，现在开始动手画。中号笔拿出来，洗好水放在这儿，开始挤色。鹅黄色看来是最用处最大的，因为这个色儿和那个葫芦的颜色有接近之处。 然后焦茶色，我们首先要用进去，因为有时候有很多作者会用用赭石了。我们现在不用赭石，我们就用焦茶。你看，蘸点黄，这个黄要画满。今天我们讲葫芦，讲什么呢？我们肯定讲葫芦的画法，说葫芦本身，它在造型上，它是天然形成的各种变化，我们要谈画法，是吧？刚才我蘸了鹅黄，蘸了焦茶，画法。 作为写意画的画法有几种呢？大体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墨骨法，一类就是墨骨加勾法。先说墨骨法，画葫芦要按照结构说。我今天要给大家一层一层的讲透。按照结构说，首先葫芦分成两块，上半部属于尖儿的这部分，是竖行笔方向，笔要竖着用，然后向下顿笔。 顿完了以后，分两笔顿，把这这笔画到以后，这个形成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状态。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画下半部，下半部正好是一个两边的两个半圆形相接。哎，画到笔根儿，齐了，这是一个葫芦的状态。这个状态是指形。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葫芦可以用墨骨法和墨骨加勾法，这时候可以把这葫芦勾一笔，把它画出一个，哎，轮廓比较坚实、结构清晰的一个状态的一个画面效果。然后把它换一支小笔，调浓墨，这块黑颜色注意要衔接这个前面这个尖儿这个部分，一般情况下是。 藏锋画进去，这、就是一个葫芦的造型，以墨骨形式出现的。再画一个，又蘸点黄，注意蘸焦茶。再画一个就不是这种画法了。在右上方我做一个造型，落笔以后向上推，然后向下回，又向上推，又向下回，然后。 画出一个偏的，嗯，带过来，这样一个造型，偏的，这是正的，这个、把这个笔放一边，衔接一下，接这个尖儿的时候也是偏着接，不是正着接。试问各位，您可以在您现在案头去想一想，两个相比之处。 能看出它的区别在哪儿？区别就在于造型的变化关系。这个造型我们只看不可画，这个造型我们既可看还可以画。因此，在下边画它底下的这个孔和它底下的这个底根根部底座的时候，按照这个做法，我们往往是点在中间；按照这个做法，我们就点在旁边。点在旁边这个写意了，点在中间这个。 没有做到充分主观写意，尊重客观了。那么按照这个形式来讲，我们墨骨还可不可以变吗？还可以不可以变？还可以。我又吸了点黄根，焦茶色，比较蘸了点墨，完们再看。我不见得非得行笔都从上半部画到下半部，我因此我也可以在这个位置看，我也可以先画下半部。你看下半部，并且画成不规矩的一种造型。 既不是椭圆，也不是这个相似椭圆的，然后吸点水，蘸点颜色，哎，这样处理，也是葫芦。所以这个葫芦的变异太大，这时候我就拿起那支小笔，点一点，画进一点。这个画的结果是重墨在这儿，淡墨在上；这个结果是重墨在这儿。 重墨在这儿，甚至重墨在这儿，三点重墨。这个的重墨是上面有重墨，下面没重墨。看来这个变化的画葫芦，画葫芦不同结构，是我们这堂课要研究的。好，这时候这笔就继续调鹅黄，调点焦茶，然后我又蘸了点胭脂，是吧？看看啊，就这色儿吧，是吧？画葫芦跟看葫芦不同的是。 画葫芦要主观夸张，抓它的特点，俩葫芦画出来形式感不一样，是吧？你比如说，你看我把它画成这种结构，你看侧面的，你看画出来是直的，跟刀切的似的，跟上面这个好像不一样，上面这个有点圆。然后你看，哎，画成这样，变了形了，是吧？ 然后拿这个小笔在这一点，在这一点，哎，这葫芦也不难看，怎么不难看了？变形了，变形以后自然就好看啊。然后为了让它和其他的葫芦出现结构的区别，我干脆还可以加点工，是吧？你看还可以加点工，我甚至还可以，你看还可以画成这样，都可以。没骨加钩，加完钩以后，我在这里甚至还可以可以蹭一下，加点。 明暗变化，你看加点黑，是吧？加点虚实都可以，形成这种组合艺术性。单个葫芦怎么画？我说清楚了。下面我就谈一谈葫芦在组合构图当中的变化规律都有哪些。葫芦是向下垂的。 我要把最美的这个葫芦画在下边，好，脑子里有这么一个轮廓，然后我就拿起这支笔来，什么色儿、啊？最亮的这个颜色画在这个葫芦上，最美的。那我就拿起这吸点水，看这黄够不够？一看这个鹅黄还行，然后蘸点暖的，好，啊，这个暖的我蘸的是胭脂。好，开始啊，大家看，我在这个位置画。 哦，画墨骨的，你看，哎，带过来，哎，一带，你看，就把我刚才画那个葫芦的感觉画出来了。俩，两笔都画完了，形成了一个造型。然后我勾它一下，拿起那支勾线笔，勾这个的时候，我可以快速勾，也可以慢勾，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勾。你看，你看，写意的。 你看，连村带沟写意的，是吧？好，勾完了。下面我先定一下它的造型位置，在这儿。定一下下边的结构位置，在这儿。好，这个葫芦画好了。然后在它旁边再出现一个葫芦，肯定是淡的。那这这时候我就吸水，不仅要淡，还得绿一点头的。 是吧？而且姿势还得跟它不一样。如果姿势不一样，那肯定是得有半个葫芦边儿在压着，压着。另外半个葫芦边儿在外头，你看，个头上也应该有点差别，这才是不一样。啊，两个，这不一样的这个，我们也哎在边上挤上它的结构啊，简单的画上它的关系。 啊，好，两个葫芦，这一个勾线，一个勾线的，这个那个线勾实了，我们这还可以再把它强调一遍，是吧？好，然后这时候就现在得要破色，破色的目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有没有颜色来破这个线。你看，把它画成一个破的状态，还可以拿淡墨破它。这时候我拿这个。 笔吸点水，画点淡墨的，吸点淡墨的色彩，把它破一下，还可以拿淡颜色破它，啊，既吸点水让它阴出去，这都可以，怎么做都行，是吧？出现点效果，有意识做成这样啊，有厚重感，一看就有厚重感。然后我拿点淡墨试试叶子。 淡墨叶子啊，淡墨叶子注意，里边有时候有点绿也不要紧，但是我们看它美不美啊？你看淡墨叶子印上去了，印上以后上面擦点干的，擦点虚的，啊，然后上面再来点 啊，吸点水。淡的，淡的。哎呀，这回可真够淡的。这个这个淡的特别容易产生韵味，画面。然后我再破一破这块淡的。你看这个葫芦的叶子，千万记住，跟那葡萄叶子还不太一样。不许它画实了。本来这葫芦就简单结构，你再把那五瓣叶子画的很实很像就不好了。因此，它整口就是墨的变化。 就是墨，没有别的。它之所以有叶子，是因为缺墨，让它做墨的衬托。好，然后这地儿还有枝条，然后它就是这样过来的。你看，带过来了，这笔又推上去了，又拉过来了，笔又掉过来了。你看到这儿，哎，就这种感觉。葫芦特别让您容易把你心中那种对笔墨韵味的体验体现出来，因为它没有具体型。你怎么画就是这两笔，搁着就是。 啊，然后刚才那个画葫芦的那个笔又拿起来了，拿起来以后吸点这个红颜色，这不是黄的红的吗？我在这儿画点红的啊，红的，这我这葫芦我刚才这么干了，这回啊，大家看到了，我给它破一下，挤一下，我用挤的办法，你看，哎，把这干给流出来，这边也是挤一下，流出干来，画一个葫芦，这个葫芦我们这么做。 画一半儿，一小半儿，一带，哎，从这边来，哎，正好这个形成一个势，这三个葫芦，觉得不错。然后我还是拿起那支笔来看看，画一笔黑的。但是这个葫芦在后面，在这干的后面，我还勾这么深的线不一定合适。我就换一另外一支笔，蘸点淡墨，我们勾一勾，用淡墨来勾，哎，可能合适了。还、哎、真是一淡墨一勾，觉得基本合适。 撒葫芦撒葫芦画好了。这时候有的作者就在里面适当的趁着没有干，加点它的层次感，加点它的层次感，破一下，破一下，就显得有点肌理。太平了就光不好看，所以有时候就哎做点肌理，破一下。特别是这种质地比较光的内容，比如说葫芦多亮，这手一摸很光滑，你就要用笔来造点感觉，啊。 然后我还是那种大笔拿起来了，吸点浓墨，在这个右上角这个位置添点黑吧，啊，把这个移开点，添点黑，拖一下这个，有时候怕它这儿阴了，你可以吸一下，有时候就让它阴进来，阴就阴吧，是吧？反正就这块黑在这摆着呢，一块黑、两块黑、三块比较淡的黑在里边，形成了这个画面的感觉。这个时候就要看藤。 藤是什么样？我看看啊，重墨藤加过来，画到这儿。你看我这笔，茶笔，又画过来，画过去。画藤要注意穿插，穿插组合。画藤要注意行笔。你看我这笔，你看，你看，啊，画藤要注意结构，好看。为什么？所有的藤不一样，你细着看，是吧？全是不一样的色儿，不一样，藤的穿插不一样。 结构不一样，啊，然后这个笔不要轻易的去蘸墨，接着来，啊，画过来，画过来，带过去，你看，老师，这，你看，哎，怎么弄怎么，画着感觉舒服，然后就要破这个藤里边的具体的东西了，拿你这小笔蘸点浓墨，具体的是什么？你不能这三个葫芦都露着，有藤必须穿过它呀。 所以这个如果是主要的葫芦，这个葫芦就得必须用藤迈过它，编出那么一个结构转折，来形成它的变化，使画面出个层次感。啊，哎，那么其他的就不要了，有一个就可以了，画面就显得多。叶子不许随便的点缀其他的，画的是大写意的葫芦状态，基本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关系。 现在这张画，我们来分析一下，大家跟我。首先，我们看到虚实关系是这个葫芦是实的，它其次远处的最虚，远处的最虚被谁给变成虚了？被一个枝干，因此这个枝干可能还会加重，因此你在这儿要做点文章，加一下它，甚至我可以双勾一下都不要紧。你看变成这个状态，它是实的，因此它被虚掉了。 虚掉了，按藏露关系来说就藏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看画面的留白，画面的留白关系，通通是画面占有位置的剩余部分形成的。留白合理，就这块白不方，这块白不是方的，是多变化的，非常好。这时候肯定您这个线，周围组合它的线，不是九十度相交的。 说这个白大小跟这块白形状不同，肯定您这个葫芦站的位置不是正中间，那就说明看空白是来分析画面应有画出来的形象的正确与否。下面我们不看空白了，我们看浓淡。这个葫芦是用浓墨勾的线，这个葫芦也是用浓墨勾的线，而这个葫芦是淡墨勾的线。 它的重墨叶子在这儿，还有一块重墨在右上角，两块重墨和现有这些线的重墨形成了点线面的组合关系，正好能使画面丰富起来。那么有人要问了，说老师，我现在这一块墨黑的叶子和这块墨黑的叶子，正好在我这个画面里面是两块一样的色儿。如果是这样，下面我就带着你解决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分析这两块墨，哪块为主？这块为主，没错儿，因为那块在角上，这块挨着淡墨，它需要做做文章，还可以有空间做。我们就把它画出叶筋。如果你不画叶筋，一定记住把这块墨分出层次，加上黑。如果不加黑，你就画出叶筋，勾出叶脉啊。 但是勾的具体部分，就是点到为止。然后就是这些部分，这些部分就拿笔带带着走。这个做法我们曾经在画葡萄叶的时候体验过一次，是吧？带着走，让他感觉有有筋脉。你看我是拉着走托笔呢，你看是吧？有筋脉就行了，但是不是很丰富，哎，是吧？这一片可画可不画了，再画就没什么意思了。 然后就是换一支笔，吸点水，点这个点儿，这很重要，淡墨点儿，是吧？这个在画其他画的时候我也谈过，这是在写意画里面的充分体验的一种自然的呼应变化。我们叫做补笔，补笔就是收拾画面当中用的。你看点这几个点儿，它就不是白点，它上面自然出现一些空间感和虚实关系，觉得它是什么？ 觉得它就是气氛，营造气氛似的，啊，好，这个葫芦画到现在了，那么下面也要加东西，加什么？还是秋天的东西，以麻雀为主，或者以八哥为主都无所谓，啊，这个因为有重墨了，是吧？也有黄颜色了，我们就要分析哪个颜色占得多，黄颜色占得多，我们就可以画黑的，正好下面没有黑。 我们就以八格为主，啊，画两个，大家看看，这个八格如果要是落在杆儿上，就把葫芦架起来；如果下边是空白，落八格就等于落在地上。落在地上，葫芦就是自然下垂的。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自然下垂的一个构图。下面我画个黑的八格，大家看啊，这是重复一次八格的画法，但是形态不一样啊。 我们用大笔吸点墨，淡墨。我们画两个姿势。为什么画俩姿势？就为了体现墨的浓淡。先画一个淡墨的姿势。这表现的是前胸，啊，大腿。注意这个姿势。现在这是前胸、大腿，将来这要有找，头肯定在上面。画鸟啊。 可先画头，先画嘴，也可先画身子，没有具体要求，以您画的这种习惯和动态透视为准。下面我蘸点浓墨，这是它的头部，眼睛我画一夸张的，因为我这个我这葫芦都是夸张的，我干嘛不画一夸张的，是吧？大眼睛夸张，嘴，上嘴下嘴，你看这嘴就出来了，是吧？很结实，啊，探出来的这个羽毛。 灵翎毛啊，羽毛啊，过来了。然后头部的这几个结构关系，哎，嘴出来了。这一吹这出来嘴，再加上这脖子，你马上就想到这就是一个鸟的形态。然后下面就需要点几笔就完了，就不用细化了。到脖子这儿，这个粗擦亮笔就不画了。然后就是翅膀，你看这翅膀一画，留块白就好看。 你不留它就不不舒服，然后这块白可以用几条线给它加上，哎，羽毛、大羽翅、尾巴，用笔根儿一画，你看这八个画着就好看，是吧？然后拿起刚才那支笔，把笔中的水挤掉，那支大笔就带走点墨，然后适当的把这羽毛给它加点淡墨，你看，一点，哎，齐了，然后眼睛这一一勾，八个画好了，这个八个 就比较精神，它是变形的，啊。然后第二个，第二个鸟没有那么多淡墨了，就蘸重墨，啊。重墨先画后背，画两笔，肩就是肩部啊，膀子，嗯，画两笔，然后勾出羽翅。你看这俩正好对着，你看，勾出羽翅，勾完羽翅以后。 尾巴，这个尾巴大家可注意，要比那尾巴略长点儿，画在这儿。啊，这鸟合着是后背冲着你，刚才那是前胸冲着你。然后拿起那只小笔，看您这重墨是不是调好了，跟这个头对应着找一种情感和情调动态。头部、眼睛、嘴，对应着画，然后。 这两个鸟就呼应上了吧，啊，呼应上了。这俩鸟这情曲有了，是吧？我们看起来，大家读起来的这种艺术感就强烈，啊，是吧？然后把它的后边用枯笔给点上，然后用淡墨把它的眼睛这个轮廓这部分染一下，是吧？脖子给它留出来，注意前胸露出这部分肚子，小笔处侧锋画到这儿。 俩画好了，是吧？然后我们把这个后背这一部分加点重墨，拿着小笔，有时候需要拿淡墨渲染一下，一点啊，渲染一点，画好。这俩鸟出来了，两个姿态，两个劲头，但是使画面就精神起来了。这时候我就用重墨画它的爪，啊，先画这个，你看这个，这是两笔，一画到这儿。 这个画到这儿，这个爪要画的结实点，就要顿笔。你看，结实，这鸟站起来很精神，是吧？这个鸟也是要精神，往前画，你看，上画，往下画，三笔，精神，是吧？站起站得很稳。这只有一只爪在这儿，画好了，这俩鸟都神态十足，是吧？ 整个画面，情调也有。然后干了以后，再把这鸟的眼睛点上。一般情况下，您点点黄颜色也就够用的了。比如我拿支小笔，点点红黄色，是吧？就够用的了。把它这个眼睛的高光位置留出来就行了，不用画那么复杂，啊，配合画面上面的效果，这就是画面的创作啊。 说这三个葫芦画完了，加上八根鸟，这张画就齐了，构图完美了，画面基本色调完美了，创意完美了，画面就可以收笔。下面题款，秋韵，啊，好，画面就哎完整，准备盖章，拿出印泥，找好位置盖好。所以这张画来说，这角不能盖章了。 啊，画面已经很完美了。我曾经说过，这图章需要按照构图来补充，啊，把葫芦也学好了，加上刚才我讲过的那几个葫芦的画法的不同的结构关系和色彩的运用。我觉得今天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大家对葫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起码知道葫芦有几个画法了。 色彩怎么用了？老师带着我先画哪儿，后画哪儿了，形成构。